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能听到我说话吧？ 别看了，以后我会想办法给你弄掉的。嗯，好，打，你会舒服点。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什么？我说，刚才那一掌，我用了十成十的灵力。 我问你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啊，这样，你再打我一掌，啊，再打我一掌试试。不用打了，再打多少掌，也是同样的结果。魏无羡，你知道华丹手为什么要叫做华丹手吗？ 因为他那双手可以换取人的金丹，使人永不能解丹，灵力溃散，沦为一个普通的华丹手。华丹手永不能解丹，永不能解丹。那我这一辈子只能庸庸碌碌，再也无法妄想登顶了，是不是？ 江城，你知道吗？阿爹和阿娘就是被他化去金丹，没了反抗之力，才被他杀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文竹流，文竹流，我要报仇！ 我要报仇！可是我要怎么报仇？我连金丹都没有，从此都没办法结丹，我拿什么报仇啊？魏无羡，你救我干什么？你救了我有什么用？你让我活在这世上，看温室嚣张，看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吗？